传播还是文化，中午闽南语啊，欢迎收看老闽南。大人看我手的这个啊，是不是感觉无兴奋啊？无打就是这个自强咯。但是跟这个做这个自强相对比起来，又搁有淡薄相。面顶有一个七山雕的设计，据我了解，七山雕是用来装饰佛像的，怎会走到自强面顶了呢？我看伊后面有写金刚接苹果。接苹果是伫永和镇古厝村的一间装饰的老店。祖祖辈辈从事种植的工业，到达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五代传承。这个是阮设计，这个七山雕，这个从文创产品啦。七山雕是种植工业内面真关键的一个步骤。明末清初时阵，七山雕的工业踮在闽南地区兴起，伫咧清朝的末期达到鼎盛。装备的艺人利用起伏的线条对雕像进行装饰，既有刺绣的质感，又个通过层次的堆塔塑造出立体感，显得不像富丽堂皇。踮伫晋江有大大小小二三十间装备的工厂，出线条的手艺主要是以家团为主。不过伫陈添友的工作室内面，你却看到了无同款的场景。这个插了一大又大，这个皮啊，看起来这又是发是发烫又是。为了要推广这个老手艺，我听说在南行的哦，啊，小人家要来学咯，我非常欢迎。陈添友目前扛十几个师啊，而伊的装备的手艺可以追溯到伊的太公陈牛顺。伫咧清朝光绪年间，陈牛顺将浙江汴梁迁移到泉州。来泉州各个所在帮人整顿。到伊晚年的时阵，伊来到永和镇古厝村，而且设立店铺。伊为了纪念王拿会爹，就将这间整顿的店号名叫做“接苹果”。清末清末民初，即阵哦是较俗浙江的，我按讲拢浙江服饰哦是画金的啦，伊是无盘缠盘缠线画金，啊一顿在开甲也是在创缠线。即阵俗甲咱泉州闽南泉州派是缠线条啦，这个以外咱头毛呢，你看即阵咱做阵伊跩线一条一条安尼切切切。这尊作品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沧桑，人物的面部表情已经模糊了。不过，通过这些非常优柔的七山的工艺，咱仍然可以感受到不朽的庄严以及迄个时代工艺特色。这种的哦，主要是叫做丛林红菇的，或者丛林啊，就是莲藕，还做做碰。以前就是个细阵的，就无做番做，往个有阵较单调，即较有创新，就是花样长较侪咯。传统的装饰制作包括四个方面：雕塑、粉堆、砍切线，以及装金点彩。而对于一件浮雕作品的创作设计来讲，雕塑则是首要的。不过，就不像装饰艺术的美感来讲，七山装饰的工艺是重中之重。这阵雕件很好了，得要上七山。闽南传统的七山图，就用老砖粉、甲大漆、石糖油等等的原料雕好，然后手工不断堆，堆到软烂，才可以塑出既幼又搁嫩的七山。为了表现各种图案造型，装饰的艺人就用插板啊，将七山图塑做粗又无松、软柔又够有弹性的七山。以前装饰的艺人为了塑出比头毛丝更加幼的七山，点工从台面前做来，就得几落点钟。这条是
手工财产啊，遮个哦是伫个遮是个机器。哎，做咱来对比一下吼、啊，你看、啊、手工的财产烧一下，你看、嗯、是遮油的，嗯、但机器是比较粗。嗯、手工的财产也搁有啊，搁烧到搁啊油，咱这看要工的做到这底的就搁啊油。咱讲个手工的财产哦，也嫩，有通烧啊，像像头毛是软硬。伊材料的制作哦，要求也严格啦。啊，咱讲个手工的擦线哦，伊一个擦落啦，打了哦是也钝，比咱讲机器的擦线较钝。这是用机械较做，还是说还佫有用手工啊？基本上是个用机械啦，手工的真少真少咯。啊，就是说这只哦要做啊到像头毛似的工的哦，速度通袂起啊啦。你要烧一条线，就得烧也久啦。哦，要做件产品，就得也久做。做你要是短的，就是安尼。这头就创新改进咯，用机械咯，机械的原料就无同咯。伊然后机械然后糖加入淀粉呢，落去敲落去加呢。传统菜线也是直直煎的，所以现在无同的。但是咱这个用机器吼做出来的线比较粗吼，甲将我手工烧出来种线对比起来是差异也大。但为什么这市面顶哦，还佫是会接受用机器做出来？啊，咱机器做出来出口源就较传统的咯，客人源就是会接受啦。虽然现在生产的模式、材料、烧出线的方式都有所改变，但是丹田油却有家己的无变，那就是对于闽南传统不上雕塑风格的坚守。而这个就体现在对出线装饰工艺态度上面。砍出线作为出线装饰工艺一个步骤，伊讲究的是两手的配合，通过盘、夹、石。对等等的手法，可以营造出各种各款的图案和造型。闽南的传统种骨哦，主要一个擦线，擦线雕一部工艺是较关键的所在。你会晓种，你就会晓出擦线，啊无影你就无法。传统的擦线雕图案吼，有倒几种啊？像这尊啊，这尊哦，伊种一个一只龙哦，叫苍龙啊。苍龙伊是一个龙身哦，是扁扁的，甲咱往个往个咧修像苍龙个修长山个个苍龙，苍龙是扁扁的，线一条一条安尼切，往内夹种个哦，也是传统个种丝缠呐，捆丝缠哦，一个鸟安安尼捧起来一条条，甲一白一白咧，哦，白安尼捆了白咧，哦，捆了白种个就也费工个，哦，哈，线搁着油。优柔又个华丽线条，是闽南出线条的传统的特色。长长的出线，设在雕像的表面，用线条对它塑造出繁复的花纹，生动佮细致地表现出花草、光痕、金甲等等的图案。改革开放，阮遐阿兄咯、小弟咯，佮阿叔因遐就是，也是做人遐就去做生意咯。啊，阮老爸说，这个传统手艺哦。叫我们走出去，伊说着断这搁接落去咯。到现在，丹田友从业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因为视力的衰退，亲像砍出线这跩比较幼的失落，大多数是交托因家陈正宏来完成。逐摆伫咧小陈砍出线时阵，丹田友不时都会踮边头静静的咧看，就需要伊出手指导咯，伊才会开声说几句。包装方面，再做一个试咯。啊，嘛是着安尼看嘞，指导在师傅安尼做嘞吼，加减做哦。总讲个万腿深气呐，食到老学到老，但是着做啊到红个伊啊。有呾一直做，你就会进步。你若几年停咧无做，要搁倒去做七，啊就咧做起就会咧袂去灵感红个伊咯。伫2016年时阵。这苹果不雕制作技艺入选了晋江市级非遗项目，陈添友就甲陈正宏开始思考，要怎样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甲传统风格更加好地融合起来。在这个时阵，小陈有一个创意，也就是冰冰开头带来那篇出山雕的字签。开始从这个，就是咱倒一撮茶板咯。
咱想想一个光油的光油清擦，就是为了长线粘的一个铁签的咯。有几种颜色，所以说你捆的，根据你爱什么颜色的线来捆。我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这边国对出山雕的工艺创新，在真大程度顶面保证了传统手工艺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既是一种创新，也为更加多老行当、老手艺提供了照感。家人咧，伊就较创一个较文创的咯，较创新的咯。啊，第一也是着创新，咧传统甲现代也是着创新。就是为了让大家较容易接受嘛，无你伫传统不上的哦，有可能因有淡仔难度咯。到我地址已经是第五代了，所以说咱会继续钻研，继续学习，做出更加好的茶山雕出来。地址愈来愈少人学嘛，因为一个时间性的太久了嘛。所以说我这次是开发一些书签嘛，让大家有一个体验的兴趣嘛，简单的一个接受，所以说一种也是一种传播模式嘛。在晋江的工艺美术行业当中，有十几家甲这边国产款的正规的工厂，一直在出山雕工艺领域钻研。在闽南地区，咱看到出山雕已经逐渐将不像中原工艺逐渐的演变出独立的装饰工艺，亲像插篮、新乡木雕的陶笛，以及出山雕的陶瓷工艺品等等，这些都是将出山雕衍生出来的艺术品。整体的闽南出山雕工艺，唔那断交海峡对岸台湾地区，甚至踮伫东南亚国家也可以看到闽南的出山雕不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片国的出山雕技艺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同时，又搁有了新的风格。伊将伊鲜活的生命力活跃在了闽南工艺美术界。